本王当时可是怜香惜玉，替你求情，你要怎么做啊？我今晚亥时到御膳房的侍食房找我，本王要你服侍永膳。不行啊，王爷，宫里人多嘴杂，被人发现是会有罪过的。你放心，今晚是中秋节，皇亲国戚都会去御花园陪太后赏灯，到时本王会支开御膳房所有的人，不会有人知道的。可是梨花学堂有个规矩，过了卯时就不能再踏出学堂。我你求本王的时候什么都答应，现在是过河拆桥吗？你今晚若是不敢来，明日我就让侍卫抓你问罪。你私闯禁地又逃避罪责，可不是什么三十大板的事。王爷，今晚奴婢应了叶凝之大人，要帮他做事情的是叶大人，他指定要我。又是叶大人，你分明是用那个姓叶的来压我。你别忘了，我可是皇上的亲侄子，论起身份，是谁更尊贵？王爷抱歉，奴婢有事在身，去不了。那边那个瘦瘦高高的老头叫什么名字？什么爵位？快替本宫想想，要不然本宫就掐你了。那是安乐侯，现在在礼部任职，算你过关。高大人。皇后娘娘。站住！喂，舍得去御膳房伺候我喝酒了吗？不知道你的小心思吗？那晚你乱走，被那天侍卫抓到的地方，正是广宣宫。本王要不是从皇上那儿出来，又怎么会遇上你？我看你就是想去勾搭皇上。登天圣，觉得本王不够那个身价，就想过河拆桥了吗？求求你，不要打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放开我！乖乖的，好好的服侍本王啊！放开我！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叶大人，没事吧？来的正好，你们两个都是本王的。别害怕，我现在就带你去见皇上，
你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皇上，他一定会为你做主的。走。叶德儿，叶德儿，你看他，他北应王，你还装死是吧？敢不敢跟我去见皇上？抛下你，我只是出去看一看外面的情况。如果没有人的话，我马上就回来带你走，好吗？叶大人，我害怕，我不想留在这儿。要不然，要不然，你留在这儿，我出去看看，好吗？好吗？站住！站住！大人。哎，这不是梨花学堂新来的宫女吗？我记得你好像姓班是吧？这大晚上的，你到御膳房来干什么呀？想偷东西吃啊？不是，是叶大人，他让我来看看他喜欢吃的糕点做好了没有。哦，我到了才知道，今天的御厨们都去了南厨那边。好，当然了，今天是赏灯大会嘛，我们走。是我的。如果我们就这么走了的话，他们发现这里有尸体，一定会怀疑我的。别紧张，有我在，想想办法。我们先把这里的血迹擦干，然后把东西收拾一下，再用地毯把尸体给裹上，然后我们俩抬出宫给埋了。可是我们两个抬得动吗？不行也得行，我是四品官。在亥时之前，我可以凭我的腰牌出宫，但是如果过了亥时，我就没有办法了。可是，那现在是什么时辰啊？赏灯大会是戌时开始，烟火是赏灯大会的大酬，我没有多少时间了，赌一把。Thank you.
等会儿一放完，等会就结束了，到时候人特别多，想走都走不了了。站住！叶大人，您这是？林大人，这禁军也太不像话了。 你说让这么瘦弱的一个小宫女一个人将这么大的地毯抬到滑翔宫去，我实在是不忍目睹，就帮把手，帮把手。怪不得人人都夸叶大人心肠好啊！这心肠好有什么用啊？我说前面那个小宫女，你也出点力啊，别让我一个人抬啊！ 马上就出来了，我们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怎么办，叶大人？去后山埋了吧，万一以后有人发现，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件事我会为你担着的，我有保命的办法。 见皇上，宁哲，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朕一连派了三个人都没有找到你，你是不是玩的有些得意忘形了？皇后那边也在找你，说你好端端的就不见了。哦，我家里有点事，就找入宫前的姐妹说了会儿话。发生了什么大事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百戏团的事情，已经解决了。那好，朕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 魏广又打了一个大胜仗，你看。皇上，皇上，不好了！发生何事了？本婴王死了，就在御花园小山上，在那还发现了叶大人的玉佩。下去吧。是。 北婴王死了，在半个时辰以前，禁军在宫门口看到了很多血迹，接着就发现有野狗在对面山丘上刨地。北婴王死后，被人用毯子裹着，埋在了山上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礼部的林大人今晚曾看到你和一个宫女抬着毯子往宫门走。 禁军在埋尸体的地方发现了一块玉佩，那块玉佩就是朕封你做女官的时候赏赐予你的。那块玉佩早在几天前就丢失了。宁芝，你想欺君吗？你瞒不了朕。平时你拿到魏广得胜的消息，总是会眉开眼笑的，而今天呢，你却魂不守舍。 你告诉朕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朕会为你做主的。皇上。
皇上，皇上，你曾经说过，无论我做错什么事，你都会免我一死的，对不对？你真的杀了北应王？是错手，虽然北应王是罪有应得，但是杀了人就是杀了人呢。皇上，皇上，我还不能死，我还没有找到我的家人，我还没有见到魏大人，我还要保护梨花学堂的姐妹。皇上，求你救救我！皇上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你可是答应过我会饶我一命，那是金口玉言呢。朕如果现在就搬出免你一死的口谕，就是向天下人承认，是你杀死了北应王。堂堂的皇帝包庇杀人凶手，于律法、于宗族，都是大不敬。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不让此案再继续查下去。朕能够想到的，就只有这一个办法了。听朕的话，喝了，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启禀皇上，臣等有事求见。大人，今日中秋，皇上开心喝了点酒，可能是乏了。皇上，臣等有要事求见。皇上，北应王死了。为何闭门不见呢？把门打开。太后，奴才不敢呐。叫你们打开。是。皇上。参见皇上。你们这一个个的都来干什么呀？传朕口谕，从今天开始，叶凝之就是朕的妃子，尊号宁妃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北应王的案子如何了？是否跟叶凝之有关？回娘娘，我们刚刚见到了叶大人，但我们不能查他了。为何？皇上已经封凝之为妃，赐号宁妃。什么？是的，娘娘，做了皇上的妃子，就是皇族的人。按我大梁律例，牵扯到皇族的案子，六部是无权审查的。皇后，不用去了，皇上和宁妃已经回寝宫了。娘娘，您在想什么？北应王死，大理寺卿怀疑是宁芝，这是皇上又突然封了宁芝为妃，这两件事一定有关联。娘娘，您有没有想过，两件事其实并没有牵扯？北应王被杀，或许和叶大人无关，只是六部追查的过程当中，歪打正着，撞见皇上和叶大人鬼混。
不可能。宁芝不是那样的人。臣已经问过太后身边的人了，当时太后和几个宫女亲眼看见皇上与叶大人喝醉了，在书房行苟且之事。绝对不可能。宁芝如果被人撞见什么，那也一定是有苦衷的。而且本宫很清楚，他的心里除了千里之外的魏国，不可能有别人，更不可能跟皇上做那样的事。娘娘，叶凝之的确不喜欢皇上，可皇上呢？难道皇上不喜欢叶凝之吗？皇上确实是待凝之不错，可那仅仅是因为凝之救过他。娘娘或许不知道，皇上对叶凝之爱慕已久了。你说什么？臣买通了贴身服侍皇上的小太监，才知道皇上微服出巡的时候，在平州见到叶凝之表演杂耍，皇上对他一见倾心，苦守七日。说下去。皇上回宫之后对他一直念念不忘，甚至派禁军统领寻找叶凝之下落，可是叶凝之不知所踪，皇上一直引以为憾，就派画师画了叶凝之的芳容，时常取出翻阅，念念不忘。朗坤，方才说的这些话如果有半句是假，本宫可不会轻饶你。臣不敢有半句假话。娘娘若是有疑虑，可以找皇上身边的人问个究竟。皇上，免了。凝芝，你放心吧，朕已经当众宣布你是朕的宁妃了。现在至少大理寺卿无权再查你。朕会写一封密函给魏国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清楚地告诉他。凝芝，谢皇上救命之恩。凝芝，你起来。凝芝，你救过朕，朕也只是回报一二。只是此事你要守口如瓶，不能让皇后和宫女们知道。朕是天子，为救一个女人做这样荒唐的事情传出去，朕的颜面何存呢？而且会招致天下人对朕产生质疑。我明白皇上的苦心，一定会守口如瓶的。朕明日就吩咐钦天监选个良辰吉日，为你开启册封大典。皇上，你救了凝芝一命，现如今六部虽无权追查，可是亲王之死，内务廷司是一定要查的，而且还有皇后娘娘，我已经给皇上带来了太多的麻烦，倒不如让我假死，就此出宫，隐姓埋名。梨花学堂的姐妹就求皇上多多照顾。凝芝，你可知道杀害一个亲王的罪责有多大？启禀皇上，北应王之死发生在内宫，看似皇家之事，但因其掌管吏部，位在机要，此事不知是否牵扯朝政，还请皇上彻查到底。丞相，看来你是多虑了。昨晚是中秋佳节，家宴上一团和气，醉酒酣畅，有人闹出事端，怎么会与朝政相牵连呢？皇上，
禁军们发现北燕王被人用毯子包裹着埋在山丘上，绝非意外啊。那他生在何处啊？在后脑，像是摔下时后脑砸到了地上散落的花瓶碎片而致死。难道这不是意外吗？别忘了，这是家宴。皇上，亲王惨死，满朝举目，需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，可不能含糊了事啊。你是在指责朕吗？皇上，末将昨天在附近发现了叶大人，哦不，宁妃娘娘的玉佩，或许宁妃娘娘看到了些什么。昨晚宁妃在朕的寝宫一直未离开，你们几个也都看到了。皇上，家宴上宁妃娘娘确实在场，臣在想她是不是回广宣宫的路上看到了什么呢？怎么，你是要盘问后宫吗？别忘了你的身份，宁妃的册封大典朕已叫钦天监选择了吉日，你们竟然敢提审后妃，你当真不把皇家放在眼里吗？皇上，臣等不敢越礼，此事可交由内宫审查问询，但是北应王之死必须彻查清楚，如此惊天凶案，按照我大梁的律例，行凶之人那可是株连九族的一等大罪啊。如此草率定案，难以向天下人交代，我大梁法度将荡然无存，与皇家威望更是大大有损呐。你们真的是越说越凶了，现在前方战事吃紧，南方亦有天灾，你们不寻思着怎么为我朝解决危难，却揪着朕的家事不放。皇上，皇宫内凶案不解决，百姓将如何看待？皇室宗族如何处置？法度不明，危害社稷。够了，皇上，朕的江山社稷，朕的宗族法理，朕看着办。此事就此打住，任何人再提，就是违抗圣命。是。中秋之夜，侍儿臣与北燕王大吵了一架，借着酒劲儿推了他，未曾想铸成如此大错。那北燕王可有冲撞圣驾的行为？有。既是意外，为何不交给内务廷司善后呢？当时儿臣酒醉未醒，一时慌张，就让当时身边的叶凝之处理了此事。凝之一直在你宫中吗？是，他一直都在。你跟北应王吵架，凝之也看见了？他看到了。儿臣求母后以宗族族长的身份出面安抚北应王的宗亲，儿臣知错了，以后不会再犯了，请母后这一次体谅孩儿。这北应王素来骄横，目无法纪，朕已经对他足够宽容，没想到他胆敢借酒顶撞儿臣，所以这才……若真是你所做，此事确实不能为天下知。这北应王自作自受，哀家也痛心疾首啊。罢了，只能舍掉哀家这张老脸换皇家的面子。哀家这把老骨头也不知道还能再挡几次灾祸，此事就交给哀家善后吧。谨遵母命。元帅，皇上快马送了一封密函给您，这是密函。魏国，你已经听说叶凝之一事了吗？朕这么做是有苦衷的。母后，钦天监已经择了吉日，下月初四辰时在荣华殿举行册封大典，从今以后啊，凝之他就是
朕的宁妃了。皇上册封宁妃，可是因为要掩盖北应王一事吗？儿臣不想瞒母后，儿臣是真心喜欢宁芝。可皇后前不久说宁芝和魏广，宁芝，你愿意为妃吗？宁芝不敢违抗圣意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母后，儿臣是真心喜欢宁芝的，愿与宁芝像民间夫妻一样恩爱，琴瑟和谐。想不到皇上还是个痴情种，那哀家就准了吧。不过你是什么人，你是谁，皇上心里应该清楚。儿臣明白。宁芝，还不快向母后请安。从今以后你就要跟其他嫔妃一起给母后晨昏定省。是。找本宫来所谓何事？难不成真如他们所说，是因为叶凝之被册封为妃一事吗？古来新人胜旧人，难道娘娘您不觉得叶凝之很像当年还未坐上后位的您吗？随便看啊，看看吧。嗨，主任。姐姐，喝茶。怎么样？我已经联络过前朝那帮元老了，十有八九是愿意站在我们这边。只是，还有几个老不死的，不仅不识抬举，还斥责你我二人痴心妄想。这帮人早已不是朝中的权臣，他们的意图不过是想说出先帝的遗愿罢了。岁数大了，容易出现不测。还是姐姐高明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件事情非常的奇怪。前些日子宫里的内应告诉我，他说那个叫叶凝芝的被封妃了。他不是魏广的意中人吗？他跟魏广两情相悦，这忽然变心，此事必有蹊跷。元帅，长公主来了，说要单独见你。长公主，她怎么突然来到前线？她和谁一起来的？就只有300个精兵保护她而来。300精兵，竟然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来到前线。她现在在哪儿？就在议事营帐。
不知长公主驾到，有失远迎。魏大元帅，请坐。我是听闻魏大人所向披靡，我特来道喜的。长公主谬赞了。哎呀，说来也真是令人唏嘘啊。区区一个乌兹小国，居然打到我们大梁家门口来了。如果先帝知道这件事情，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把皇位传给这样一个无能的人。张公主，失言了。我没有失言。我只知道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你真的是为了俸禄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魏大人的忠心，多少可以买。我魏家世代忠烈，从不是二主。我当然知道你们魏家世代忠烈。可是皇上知道吗？你的才华韬略人尽皆知，可是皇上呢，把你埋没起来。试问这样的忠烈，有何之用？这次皇上力排众议，重用微臣，微臣感谢皇上知遇之恩。那是他要你为他卖命。你在前线冲锋陷阵，他在宫中却封叶宁之为妃。不知长公主此言何意？你和叶姑娘之间的关系早就传遍了后宫，更何况当今圣上生性多疑，你战功赫赫，功高盖主，魏大元帅你应该知道到那时候你的结果是怎样的。长公主的话我不太明白，我还有军务要忙，告辞了。魏广，向来功高震主的臣子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，你是聪明人，应该懂得自保。魏广，你终究还是会回来找我的。怎么今天兴致这么好啊？狂风暴雨将至，这是我最后能吹的曲子了。这暴雨两年前应该落下来，这一次逃不过了。走走走走，出去出去。区区，没钱看什么病？快滚！走走走走，出去！不要耽误我们做生意啊！走走走走走，走！没钱也看病，快滚！小心！来，老婆子，来，小心！老人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家老婆子腰疼，没钱看大夫，求大夫发发慈悲，减一半的诊金，他竟然把我们打出来！哎，老人家，等一等。没钱万事休啊，这安陵城里全是食不果腹的穷人。老人家，十几年前我来过这里，当时还是很繁荣的，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？哎，自从长公主来了以后，我们就没好日子过了，有点钱全被她争取训练部队。老头子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上次村里面人议论长公主，都被砍了头了。要是让官兵听到了，怕不是让这位外乡人也受牵连，害人客死他乡了。是，哎，老人家，你放心，我不怕。我这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什么风浪没有见过。老人家，我看您这个腰痛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我这里有张药方，您可愿一试？怎么，你是大夫吗？
我不是大夫，不过我认识一个御医，他有张药方很管用。我以前啊，腰痛比你还严重，走路都要这样。千烛火中飘逸，你曾是这里最平凡的流萤，靠近我将时间凝聚，心波光粼粼，像一场像一场梦境。着光找寻一个遥远的身影，拥挤的山场竟然如此安心。